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香港呢个国家，香港呢个国家，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9月15号 ，Only you 能 take me 取西京。各位好，洛卡英啊，今日前香港最后一个总督系咪啊？令香港人安居乐业是我的光荣任务。喂，他演过好多呢啲㗎喎。咁快就不同调。梗係啦，你系叫做有影响力嘅人。啊，咁骆慧玲嗰啲呀，啊，打个电话俾你各样嘅时候，啊，你梗係要有啲表示㗎嘛，啱唔啱啊？嗱，日前佢就去英国领事馆嗰度呢，啊，就去纪念呢个英女王。咁但係喂，你唔可以微博㗎咋喎，淨係咁骆慧玲大人淨係微博睇到，你 Facebook、Instagram 嗰啲都要㗎嘛。佢就讲到啦，当其时呢佢好似七岁各样啊，怀缅呢个香港辉煌嘅岁月。咁但係由于啊招来一片嘅微博嘅嗰个骂声啦，咁於是乎近日啊就发出呢个道歉启示。其实係道歉啲咩呢？咁佢係咁讲嘅啊，可能道歉攞咗好多人民币啩，唔知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的香港演员啊，这个政治正确啦。罗家英其实是要连埋佢老婆啊汪啊姐一起的喎，连坐的嘛呢啲嘢是咪。我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抱歉是乜嘢呢？我是中国人，我永远爱我的祖国。即是点啊，我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永远爱我的祖国。哎呀，我飙下水啊。即是佢係因为呢佢身为中国人，佢永远爱佢嘅祖国，所以感到非常抱歉。梗係啦，啊抵你甩晒啲头发啦。咁 Q 吓，你个脑卡冇生神经细胞啊，係咪竟然即係等于嗰位被访问嘅先生啦，佢话哇，你唔好讲我係中国人啦，啊我哇我是中国人五个字俾你听到粗口更加难受啊。嗱，呢句真係精警啊，呢句伤起佢啊。亦係钟祖康喺度话来生不做中国人错啦，啊倪匡老前辈更加先进前进，佢就话今生不做中国人啊错啦，啊倪匡老前辈佢先进，我哋要比佢更加先进，嗰啲叫咩前卫，係啦，係今日不做中国人啊，即刻退出国籍先係㗎嘛，真係千祈唔好啊。否则嘅时候嘉英哥讲得好啊，我感到非常抱歉，我竟是中国人，我竟永远爱我的祖国啊，真係竟然啊。其实即係你懂 say sorry 㗎嗬，係咪啊，呢个咪香港加油版本咋嘛，咪张学友嗰啲啦，香港加油咁样，跟住哇唔捉红线咁点算啊，字咁样，哎跟住又出嚟发放嗰啲唔知咩嘢。你其实当你道歉嘅时候，人哋收唔收货 啊你话微博嗰啲收唔收货啊，梗係唔收货啦。即係你同唔好理同啦，啊某君啦，啊即係我当啦 AB 君啦，咁啊 A 君同 B 君呢即係夫妇嘅关系。跟住 A 君就搭上咗阿 C 君喎。咁然之后呢阿 B 君呢啊就走过去，即係佢老婆啊，啊咁啊走过去问下 A 君喎。你点解释呢件事啊，点啊，对唔住咁样。吓，啊，你错乜嘢错乜嘢，我感到非常抱歉，我系你老公，我永远爱你。是不是这样的，即是你有外遇了，你试下这样看看你老婆收不收火。我感到非常抱歉，我是你老公，我永远爱你。啊嘉英哥就是我感到非常抱歉，我是中国人，我永远爱我的祖国。即是你身份证揸错了是不是，定还是你结错婚啊，冇得改变啊。你指住自己头壳顶，系啊佢指住自己头壳顶去 say sorry 㗎嘛。喂你个头冇晒头发㗎喇喎。咁我认唔到，其实我唔系好认到㗎喎，哦。系咪啊，你戴个金发嘅时候，诶食神嗰度佢咪戴过嗰啲假发啦。边个够佢靓仔。嗱，不过今日呢其实阿嘉英哥唔系我哋嘅主打啊，即系诶佢嗰啲都系你咪话喎醒目喎，可能系争取收视喎，咁样啊反而令佢更加红啲喎。你嗰个应该系牵涉喺权斗入面嗰个国家演员啦，啊，李易峰㗎嘛。
定读李易峰啊？呢、这个信我者昌啊，逆我者被嫖娼啊嘛。不过虽然佢可能系真嘅，佢系嗰啲太入戏啦啊，佢饰演呢个毛太祖噶嘛。咁毛太祖当日都系啊咁样三妻四妾各样，你以为就系得江青咩？咁今时今日佢太入戏咁，所以咪俾人捉咗出嚟咯。咁但系更加有机会嘅就系佢即系牵涉喺其他嘅党团入边啦，一个筹码嚟嘅啫。咁所以佢啊李落、哦、加下李落罗上喎、哦，系嘛？李易峰就落啦，诶，佢个位边个填啊？咁啊，似乎阿嘉英哥可以试下啦，喺微博嗰度出下名，赚下人民币啊嘛。虽然唔知而家仲有冇得赚啊，佢都开始收水啦。啊，我哋叫呢啲做收水，你唔出奇噶，你攞嗰啲片酬人民币结算，佢咪俾啲人民币嘅嘢你咯。你可以内地消费嘅，你如果唔惊嘅时候，收入与官职不相称，系咪？你一个小小演员咁样，嗱、啊，嘉英哥唔系主打，点解呢？喂，你好似串访呢个英领馆去纪念我哋英女王氏头婆嘅，就唔单止佢一个、哦，大家仲记唔记得啊？有两个人物俾人揾到出嚟、哦，第一个啊就系、是、叶柳淑仪啊，咁佢系咪又要拍片啊？咁佢要醒目啲啦，唔系点啊？又我感到非常的抱歉，我是中国人啊，同埋人走茶梁振英、哦，佢呢个就更加要高一级啦，佢系人大政协，咁系咪要着汉服出嚟啊祭天？咁然之后去致歉啊？咁嘉应该已经做咗个示范俾你咯，虽然唔知系咪搞笑效果啊，应该唔系噶。你道歉你都搞笑，唔得 serious， 唔得严肃啊！人哋唔肯过你噶、哦，到时你跨过呢个深圳河边境嘅时候，卖你去柬埔寨啊啦，系咪啊？啊，附带一提啊，传闻话咧呢、这个习近平系僵尸嚟噶，夜晚会跳出嚟吸食啲小朋友汁液噶，大家小心啲啊，知唔知啊？即系一啲好经常听到嘅语句，今时今日啊喺香港陆续出现啦、啊，咩嗰啲没有不表态嘅自由啊咁样，即系言论自由系包埋没有恐惧以及有不表态自由呢样嘢噶嘛，所以留言都有讲啦、啊。咁你嘉英示范咗，其他人唔做咁点啊？有比较噶咯，系咪？若果按此逻辑，叶柳都要拍片啊！啊，以及呢个人走茶梁振英啊，都要改名振中啊，副振中咩振中都好啦，系咪？咁有人就叫嘉英哥改名叫罗家中啊，唔好叫罗嘉英啊，都啱、啊。有啲就话佢 cosplay 紧日本动漫作品一拳超人啦、啊，一拳超人 OK， 真系几似喎，系咪 cosplay 啊？碰到钉咪惊 ，I understand， 要全力地去。都要惊就两分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咁所以呢嗰啲咩苏玉华啊又要改名㗎喇喎。咁、啊、陶杰君啊就有作出如下嘅评论。佢就咁讲啊，前往英领事啊去纪念呢个英女王，原来衰过参拜呢个靖国神社㗎、啊、虽然跪但係淨係跪一室唔得啊，讲过啦要双室。咁第一，嘉英哥未有谴责英帝国主义啊发动呢个阿战，仍然尊称英女王为老人家，而唔系欺凌中国人民嘅狼王外婆，对中国人未够呢个战狼嘅诚意啊吓。第二，以英国为家或者家在英国啦，一日呢未有宣布由今日起改名罗家中，14亿中国人民啊仍然系受到永久性嘅伤害噶。第三，亮相道歉时候啊，竟然系着一件黄色嘅衣服，而唔系蓝色，咕咕滑滑。又令到香港嘅亲中爱国同胞啊受到第二次嘅伤害啦。咁易就做到香港嘅中国人啊考车牌啊都要考两三次啦。今次系肥佬唔合格啊。咁你又唔好咁讲，即系至少嘉英哥啊条颈嗰度呢系揽住条红领巾㗎，系咪啊？咁你帮佢加返分先得啊嘛。但系其实呢啊即系等同西凉话头啦，呢啲就叫做脚底按摩。点解啊嗰边着晒灯啊，你香港人点解咁怀念呢个英国嘅女王啊？如果嗰个
袁世凯系咪啊？都唔系袁世凯嘅，李克强又好啦，都唔系、任则强。如果即系点讲咧？嗱咁讲啦，阿朱平倒下，然后任则强再倒下，哇！大家开香槟嚟唔切啊，香槟卖断市啊，我即时转做香槟商人，系咪啊？之所以大家咁怀念英女王，就因为喺英女王嘅时期先至系香港最蓬勃、鼎盛、兴旺嘅时期啊！喂，你讲唔到，呃唔到人噶嘛？就97年开始。啊！沦陷咗之后，香港就变成今时今日，你唔使讲啦，咁嘅款咯、啊。我唔需要落任何嘅形容词啊，咁嘅款咯、啊，讲完噶啦，咁嘅款咯、啊，系咪？定还是抬翻朱镕基副牌匾出嚟啊？如果香港搞唔好，咁就系民族罪人啦、啊。系啊，你系啊，所以共产臭魔本身就系民族罪人。你嗰啲做几多善事都冇用啊！你一黐埋共产党嗰度咧，全部清零，同你清零，道德清零，好事清零啊！即系注定咧。你个灵魂到最后都系卖咗俾呢个撒旦嘅，啊，到最后都系受到地狱嘅永火煎炼嘅，啊，点解啊？你帮恶魔咯，你企错边啦？点样啊？有俄罗斯伟大、中国伟大咁样啊？唔通啊？不知所为，唔系你了解得佢哋唔深啫？咁你了解深啲啦，你慢慢奶啦，我唔得闲啊，和不奶啦，系嘛？你就继续奶奶奶 ，come on，come on， 奶奶奶。另外啊，有一个洋人外父啊，嗰、那个就叫低智深。咁低智深做咗啲乜呢？佢话你班人啊，走去纪念追念呢个英国嘅女王呢，系乜嘢啊？认贼啊，就作父。喂，系咯，认贼作母啦，系嘛？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啦，咦，叶柳淑仪，人走茶梁振英，罗家忠啊，呢、這个低智深就冇咁做啊，呢一刻佢系高智定低智呢？我啊唔清楚啦，把口又咁硬正，但系自己个女呢就嫁咗呢个洋人，咁点啊？佢话自己叻仔咯，系认贼作女婿啊，女婿嘅啫，低我一级嘅系嘛？你个心都唔喺度啦，走咗外国啦，得把口嘅啫嘛。咁但系佢啊调翻转啊，哇！所以真系是人是鬼，人鬼难辨啦。反而呢啲身体最诚实啊，好似嗰啲裸官咁，得把口嘅就啜一声走咗啦。你见佢个样都系成个大番薯咁，咁我唔知啦。即系支持英国女王嗰啲咧啊，贵族咁贵族咧就反而唔系同你咁计较金钱喎。你支持红七公主义咧，佢就逐蚊同你计啊。你唔觉越支持越使得多钱嘅咩？都要支持㗎，有啲好得意㗎。咁佢支持埋我嗰份呢，梗係我俾埋我自己嗰份啊，有几大沓嗱，俾晒你帮我支持埋啦，多谢晒咁样，係咪先？搵佢嚟顶啊嘛，顶你唔信啊，就係咁样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